这样。哦，好香，炸鸡。啊，炸鸡。肥胖套餐。一共这些啦，你面包啥的没点啊？没点，你不是不让我点吗？不要点，这个六点半就吃了，现在都是几点？六点半又要撸串了。今天做啥面？朋友尝尝这菜不好吃的、啊。这是今天的第一顿，过的啥日子啊？我家的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好了，小年糕也到了。这个，就等一下吃完之后，四点之前拿，给你拿下去就行。品相就贵呀、还爆汁儿，那你们尝一口。八七零啊，啊，享受。第一顿饭三点半。那你饭吃了第一顿，哇，有点胖了啊！谁？我都胖了，都胖了。这椅子盘不了腿了，以前能盘腿的。我一胖我就明显，我这一坐这个肚子啊，就感觉压着了啊，压着了，上一层压下一层。妈呀，叫芝士你没完没了了你！哦，这个不辣。点炸鸡必点，这是球。啊，不过了，里面全是芝士。鸡翅根，翅根，这个就是撒了芝士粉的。뭐가래맛있다里面烫，爆汁儿，为什么外面还是酥的？这技术我得学。回家以后我这个技术没有进步空间了，咋整？炸鸡你还有很大进步空间。有。我说的空间不是进步空间，那个技术的空间，我说的在家做的空间。回家以后你们开始要减脂啦什么的，不吃。我做给谁吃？饱的。这是原味的。没啥味。原味可以蘸这个。我刚吃。满满的芝士粉。对，有感觉。光吃肉太腻了。请你吃편하게앉아서。这三种炸鸡都好吃，就那个原味的太淡了。酱跟酱料，得蘸着料吃。烫。它炸衣保护里面的汁水，真的做到外敷里内。炸鸡不敢，以前很多品牌都不敢点外卖，回来那个外皮不酥了，里面的汁水跑出来就把它给浸湿了。这个。不知道怎么做的啊！我的妈！哎呀，你不胖谁胖？这啥？鸡蛋？要吃吗？我不吃，我吃饱了。好的。什么喝的？没了。不知道去哪了。这边还有海鲜汤呀。鱼饼汤。鱼饼汤。这么辣。这个跟那个北极吃差不多。
嗯，差不多，同一个品。口感顺滑。可鲜了。嗯。我以前吃这个和喜欢喝它那个汤。嗯。你也是。这汤好喝。很鲜，汤比鱼饼还鲜。嗯，吃饱了。嗯哦、准备换房间吧。准备搬家。搬家，吃完饭啊，搬家。我们住在这边，已经退房三次了吧？对，嗯、换了三次，不是退房。准备要久了，准备要回去了。准备三次回去，三次没回去成。没回去成，然后呢？又订了这个酒店，又订了这个酒店，已经三次换房间了，嗯、一次、两次、第三次了。那我们说就订一天，前台都不带信的，你看看明天还得订。我从六楼搬到七楼，从七楼搬到八楼了。这回又是不是九楼？没有九楼吧？没有九楼，有十楼呢。来搬家了。走吧。좀 기다려다시전화할게요。这包挺适合你啊。哪个包？嗯。这个几号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对面啊，这么离谱的、啊。来吧，对门。啊，好奇怪的感觉。很奇怪啊。就是一出来之后，对面就是我们呀。嗯。这回应该不用再搬了吧？嗯，应该不会了。咋的？吃完炸鸡有负罪感了？他是自发电的，看见哦，对，跑起来才有电。没带鞋，没带运动服，有什么穿什么，动起来。关键是动起来，是不是？对。帅不帅？可帅了。我昨天晚上也练了一会儿。哦，洗衣服的时候。嗯。练完了，走了，长了两公斤肌肉。嗯，我掉了两斤肥肉。运动这么久了，要吃饭去了。好久没运动了，哎呀妈，满头大汗，你看看，干了啊。我们现在去吃晚饭，然后呢？带着电脑去吃。啊？工作，时时刻刻工作。你今天好松弛啊，这个拖鞋穿一天了啊。嗯，先尝尝啊，先暖暖胃啊。哎，胃这么吃。它是有鲍鱼，这个是鲍鱼粥。颗粒，鲍鱼的。东西这盆儿不是能带门票性光哪点？反正不是。都是原味水。鲍鱼粥。之前做的好不好吃？你推荐。蘸酱尝尝。我会吃。那个酱辣辣的，就是要辣辣的感觉。这是不是番茄酱？不是，超辣。超辣。辣酱。这个是牛蹄筋蘸这个酱汁吃，可好吃了！哇塞，弹弹的，哇！嗯。喝一杯。吃呗，没事。酱没了。酱汁变不多。这边右侧是鲍鱼刺身，然后左侧是海螺刺身，然后碗里的这个是海肠刺身。这个应该是跟小叔差不多。嗯。啊、可乐饼也好吃，哇，餐纳吉，国巴带刺身，那个巴带刺身还有这个海肠刺身，一般蘸这个。一个那香油么给的呢？香油。奶奶。啊，来，趁他不注意，赶紧嚼。好吃吗？嗯、好吃啊。差不多了。
甜的糊的，是吧？啊，手工。嗯。那这个还没呢，从方也不太高，没错。啊，不拿，不急。不挣。不挣是吧？这个是芝士烤什么玉米？芝士玉米碎、青花鱼，还有虾、可乐饼。出来的小溜的挺多。嗯。口感是脆脆的，然后是鲜甜的那种口味。嗯，好吃。镇海肠，哇，我有不行。打烤的鲍鱼，海肠是刺身，是个外的。嗯，海螺是熟的，那鲍鱼是生的。嗯，这生的是脆脆的那种。哎呀，口感巨有没有吧？啊，宝贝，我都摸来着。智恩的妹妹老二，哦，你就是智恩的妹妹对不对？高志远呐，嗯，高志远呀，嗯嗯，哎呀，该大件的，该大件的，嗯，不知道，这个是海螺哈，海螺的话蘸这个辣酱醋，这个这么吃好吃，有点把劲，光看炒海螺，嗯，这个炒上也没味的，炒上也没味的，一根根的炒上，熟的要就那个醋酱，嗯。然后生的呢，这个辣根。嗯。我们都蒸好了，来给。好。妈妈自己吃，我不给我吃。我试试这个，你看，粘住了。哎呦，粘住了。这个呢，蘸这个香油，让它滑滑的，不要沾上下糖，就这么吃。咬。它是摁一下。口感非常不错。哇，鳗鱼盖饭，之前最喜欢吃的哦。可乐饼蛮是大，而且满满的土豆泥。嗯。好甜呀。好酥。嗯。好吃。好吃的哟。青花鱼。好的青花鱼。太喜欢吃面食了。把那个面吃了。好不好？啊。这边是个青汤面，还把这个。还要吃啊？我可爱吃面哦，喜欢吃面呢。嗯，可能不多啊。可能我不知道，可能不知道。妈妈的，我给你孩子领的呢。我今天刻意穿的粉粉的，我就是为了讨他喜欢。上次我穿黑色，他都不来找我。呀，우리뭐큰회식하는것같아요。哎呀呀呀呀呀，这么爱笑呢？嗯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可乐饼。传说中的。好久没吃了，主要是。太久没吃了，变成传说中的尝尝。满满的土豆沙拉那个，这里面全是土豆泥，然后裹上那种面包块啥的，炸的可香了，可酥了，外酥里嫩，面面的。嗯，来尝。我以前减肥不敢吃，我今天敢吃。你菜再不上来，我就饱了。嗯。三种鱼，我都听的，你自己待会翻译啊。对，看我们视频的人，朝鲜族也很多的，好吃啊。就是三文鱼比不了的口感。嗯，必须的呀，口感是比不了的。可以啊，你尝尝蘸那个芥末酱。那你要不要试试这个辣椒酱？辣椒酱要不要？辣椒酱是微辣的，直接你尝尝看，口感绝了，真的。给你们给我一个小帖子，我自己。好。啊，婶婶的那个乌龙是黑头吧？嗯，口感最佳。对，其他的可能稍微有点那个，有点嚼劲。嗯啊，有点嚼劲。对，中间这个脆。中间的脆一点，嗯、这个嫩一点，这个嚼劲大一点。像是那种、怎么说，有点软的那种。没啊。我就是这样子。죽인다죽인다妈，지은이도就那个怎么样？酱油跟臭的。这么好吃的，一点不辣，这个。不要。哎呀妈！行，你怎么吃就怎么吃吧。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吧。嗯。啊。香水柠檬。这柠檬我要。哇，柠檬好香。哎，这不酸啊。不酸，它是香水柠檬。그거는초장에다와맛있다맛있다这个叫醋酱啊醋酱
就是我们常吃的那种，还是辣椒酱里面加了醋。哇，绝顶的，绝顶的，一片两片吃。怪不得扫得快呢。嗯，柠檬挤进去了吗？柠檬？没有呢。几滴上去，这清香上来了。清香，这是带鱼吗？海鱼、哦。哇哦，这个呀，不能蘸太多。哎，哥哥啊，这个位置吗？这是菜。哇 ！Oh my god！ 漂亮。之前点的，我的妈呀！鼻子卷，哎呀妈！这母女俩都是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。嗯，赶紧捞啊，待会儿就没了啊。嗯，咬在嘴里边，鱼子砰砰砰砰的跳啊，子贤。哎呀妈，这嘴都合不拢了。这是刚才吃的那个鱼，它骨头炖的辣汤。那就秋葵，长得有点秋葵啊，秋葵。我第一印象就是秋葵。是吗？我刚刚想说秋葵呀。嗯。基本上点一个刺身，你就能把剩下的都能吃饱。嗯。就是配菜都能吃饱。这是咸辣都。怎么样，尝？嗯，咸。辣的你也尝尝，真的很好。辣的好喝，来那个碗。嗯，稍微等一下。豆腐。茼蒿。别了。鱼。茼蒿。这个可能辣的更好喝。对，爽口。婆婆给你弄辣的还是清汤？辣的。辣的啊。还是麻椒，麻椒麻椒。嗯。哇，这个配米饭吃真的。哇，맛있어내용도그래나다아고래먹고汤怎么样？好喝。辣的好喝还是清汤好喝？得喝，得喝一勺。凉味的，怎么样？凉味的。如果我喝酒了，就真好喝。如果没喝酒，那更好喝。哦。喝酒。对，这个就是喝完酒然后。醒酒汤。对。豆芽，大伙儿吃饱了吗？吃没饱。你非得要这个镜头吗？节目上了。嗯。